五人格这些还没修复的 bug。 一木板放在这个位置，可以跳进狭隘的空间里。二洞口在洞中间滑到墙，翻过去你就可以卡在空中了。三正义惩戒快结束的时候闪现空中，这样求生者就会卡在空中。四扔娃娃的同时，求生者拆的时候就会卡在空中。五娃娃贴近栏杆，先按闪现这娃娃的途中再闪。六被猫咬住快要坠落的时候，借光者吸住就卡在空中了。六关注我之后，你就可以卡在空中了。